大家好，今天清明爷爷周年啊，纪念日，我蒸个包子吃。做个萝卜馅。焯一下水，猪肉、粉条、大葱。醒了，还带气。新鲜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有一片桃花飘出来。二次鲜花，天冷了，放在这上面变肉一块。热了。这个呢，有鸡，有肉，这个炸掉这个好吃。人家吃油饼的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